咖啡现在擀面团，揉面团是不是？对。揉面团有什么样的技巧吗？有啊，就像这样揉啊。这样揉。揉面绝对不是这样揉。哦，不可以再这样揉。这样揉，这样直进来，在一个方向，一定要一个方向揉，不可以这样揉，这样揉的面心就乱了。怎么样子下饺子它才好吃啊？现场直接吃是，超级棒的，好，虾仁韭菜肉，全场之冠，嗯，好吃吧？所以你们都大概煮到几分的时候就可以起锅？等下水饺泡起来。会的前身呢，最重要就是爱国进军。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从大城回来的孤儿，然后接着呢，就为台湾的军眷建立了大量的眷村。所以在纪念九三军人节的这一天，我觉得我们用一个饺子嘉年华的方式，让大家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台湾。如果没有保家卫国的军人，就没有今年自由民主的台湾。我觉得台湾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主张、主义、理想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一起来爱这个国家。所以眷村是一个爱国家精神的代表，眷村文化也就是一个爱国的文化。今天在这里有很多是阿嬷级的跟妈妈级的老眷村人，我觉得我们妇联会也有责任让他们知道说，他们的人生不是被忘记的，他们在台湾的努力的奋斗，他们在这里养儿育女，含辛茹苦的教养小孩，这一系列然后让台湾慢慢从一个农业社会到今天这一段过程呢，有人记得。我想我们的主题就是记忆，不只是回忆，是记忆，要记得每一个人的贡献。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来参加。李丽华老师呢，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要唱一首歌。我们请李老师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一定没有人不会唱吧？我们今天有。